小淑Wanna，欢迎回到频道。好久都没有来和大家去做流行趋势和穿搭趋势的分享了，很多宝宝都要求我去出这类型的内容。OK， 没有问题，我会在未来的这段时间里面呢，抽更多的时间去和大家聊聊这方面的内容。不过我不会再按合集的这种形式去和大家做分享了，因为我觉得这种什么八大十大的流行趋势、色彩趋势和穿搭趋势，其实对我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这些穿搭呢是没有太多的影响的，而且我也觉得没有必要。我更多会是从一两个点去和大家聊一些概念性的或者说比较前瞻性的这些内容，然后去和大家分析一下这种风格或者说这种流行趋势为什么会在这一个时间节点火起来，还有就是这一些风格和流行趋势是怎么样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还有就是影响到我们的穿搭方式的。最后呢，也会再来和大家去分享一些关于这种流行趋势或者说这种风格的制装建议。 OK， 废话就不多说了，直接就开始今天的内容。今天要来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流行趋势呢，就是来势汹汹的性感风的二次回潮。其实性感这个概念或者说性感的服装设计一直没有离开过每一季的流行趋势，而且不同时期的性感都是有新的替代词的。那么像大家说的辣其实就是性感的一种，但是从今年开始，整个时尚圈流行的性感马力会加得更大，而且这种风潮也在进一步的影响整个服装行业大众的审美跟穿搭趋势。很多时装设计师在去做更加性感的服装的时候，在不同程度上都会选用类似的手法，像是极致的深 V， 对上衣做 X 型结构的设计，更加倾向于裸穿或者配 bra 的 styling， 肌肤大面积的暴露，尤其是以腰腹为主，更加偏爱用贴身的衣服去雕刻身体的线条。同时设计师也更加挚爱紧身和透视的设计，在用色、印花还有廓形上也会多参考80-90年代风格的廓形。跟传统的那种比较都会和大女人式的性感不同，在今年开始爆发的性感风潮会比以往更加的年轻，更加张扬，而且用色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有活力。像缪缪22春夏女装系列从发布那天开始就成为大众讨论的热点，这一季的设计相比往季的作品更加的大胆和夸张。 Miu Miu Prada 把腰线放得特别低，露出髋骨，模特在走动的时候髋骨的位置和小腹的线条会特别漂亮，然后再配上露出裤头的打底裤，这种设计就特别暧昧和性感。在这种思路之下还设计了超短的迷你裙、超短裤和半身裙，然后搭配被剪烂的衬衫和毛衣，还有用短裤改造成的 crop top， 整个系列就超级叛逆而且超级性感。在这个系列里面，我觉得有个很妙的地方，就是它的配色用得很好，整个系列用的都是灰色系、驼色系还有蓝色系，所以说呢，在整个系列即使很多单品是非常暴露的，但是也不会给别人有那种很野鸡的感觉，而且也很好的维持了 Miu Miu 这个品牌那种古怪和叛逆的少女的这种形象。顺着 Miu Miu 再来聊聊 Prada。 Prada 二春夏的女装系列相比往年的设计也做得更加的性感，但是他们的性感又做得相对的克制。整个系列除了罕见的把腿部线条给露出来之外， Prada 把定义性感的部位留给了后背，这些连衣裙的后背全部被打开，然后搭配一条皮革束带去做材质的碰撞，模特光滑的肌肤带着光泽感的面料跟硬挺的皮革三种肌理交叉碰撞，同时在裙子的结构上还缀着一条长长的小尾巴，把女人那种复杂的性感很妙地展现出来。在秀上还有一款单品也是很有意思的，这件印有花朵、蜘蛛网、蝴蝶、锁链还有裸女肖像的无袖 T 恤，也同样表现了女性极其矛盾的特质，即危险、魅惑、脆弱和被禁锢的社会属性。还有一些被改造过的束腰设计，带有超现实主义风格的胸部上衣，裸穿皮革大衣和绑带毛衣的穿搭造型，这些组合搭配也都在不断地去拓展定义女人性感的边界。去拓展性感边界的品牌 Hemisoni， 他们在这一季用了很多针织单品来诠释性感，大量针织设计的 City Swing 风格的造型出现在秀场上，像橘色套装跟胸罩的组合，套搭的银色胸衣加长裤跟印花宽松衬衫的搭配，还有针织比基尼的单品也都让人眼前一亮。整个系列围绕着凸显女性的身段去做设计，很多挖剪、贴身、低腰、深 V、 透视、金属暗纹的元素出现，让以针织为主的服装系列也可以看起来很性感。
再去看这两年靠着转型千禧风格爆火的 Blue Marine， 则把性感做得更加的张扬跟年轻。这个系列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千禧年间女孩们的穿衣风格，低腰透视贴身单品伴随着荷叶边绑带印花牛仔元素一起出现。整个系列后半部分还加入了大量荧光色和浅棕色，去激发这些单品的吸睛度。如果说你是一个特别热爱 Y2K 美学，同时也非常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千禧辣妹的女孩子的话，那么我觉得 Blue Marine 这一季的这些单品还有它的这个造型思路呢，是非常值得去参考和关注的。说完了 Blue Marine， 再来大家看一个同样年轻的品牌 Corporini。 这个品牌也是近几年值得关注的新品牌。这个品牌在2015年成立，但是直到19年他们才形成自己的体系，在时装周做固定的发布会。很巧的是，在20年之前，这个品牌的设计风格做的是极简主义跟实用主义。从21年后疫情时代来临之后，这个品牌的设计风格就进行了360度的大转变，变得一常性感。 Corporini 22春夏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未来主义和 Louis Vuitton 的女装创意总监 Nicola Gasquet 的作品。设计师描绘了一个在2033年流行的时尚风格，在那个时候的女孩子无论胖瘦都会更加愿意展露自己的身体。整个系列最大的亮点在于用改良过的街头服装去对身体进行比例的切割，然后像是西装、连衣裙、短上衣也做了更加利落的剪断设计，上身了之后会露出更多的肌肤。比较精彩的设计是波莫夹克被改造成了类似于胸衣的单品，工装背心跟雪纺连衣裙组合在一起，还有已经完全不分场合跟风格的单品混搭穿着，比如贴身的运动衣搭配刺绣亮片超短裙，改良过的太空风格上衣跟亮片短裤做搭配，网纹透视上衣跟工装裤的组合，这些带有冲突感的造型都在不停地透露一个讯息，那就是在未来世界里，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身体都是自由的，无时无刻你都可以去自由地展示自己。接下来再说一个大家比较眼熟的品牌，那就是 Acne Studio。 他们在21年的这个时间节点也做了一些比较新的尝试跟突破，在这个系列里面同样出现了很千禧风格的元素和单品，像是贴身连衣裙、透视风格长衫、 X 型的透视上衣、两段式露腰的单品，还有印满 logo 的贴身套装。然后这些单品还被这个善用不饱和色系的品牌填充色彩，把张扬的性感又做得稍微柔和了一些，然后再把目光转移到 Amy 这个品牌。虽然说 Amy 以男装起家，但是他们的女装也很有看点。从20年开始， Amy 会把整个系列 40% 的 look 分给女装，然后去做一些中性风和大女人的设计。到了22春夏之后，这个系列的女装也开始变得更加的性感，模特们穿着胸衣、透视衬衫、露背吊带裙，搭配着宽大松弛的枪脖领西装出场，让女人的性感被更加硬朗的廓形包裹。除了搭配西装之外，像是透视装加风衣的组合，胸衣搭配休闲裤和军装外套，或者是皮大衣的搭配思路，也都是很有看点的。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酷的，然后特别喜欢街头风格穿搭的女生，但是呢又是想要去尝试一点这种性感的穿搭的话呢，我觉得 Amy 他们家二春夏的很多穿搭的这个思路呢都是值得去借鉴的。 OK， 说完了几个比较年轻的品牌了之后呢，再来说说几个老牌时装屋他们是怎么样做性感风格的。 Chanel 在2022春夏的女装系列就把大家带回到了90年代，在这个系列的前半段出现了很多性感的 City Swing 风格的单品，像是针织短上衣配高叉泳裤的 look， 装饰有水钻的黑色网纹半裙 look， 双色针织结构上衣配着亮片短裤的 look， 经典款的两段式泳衣，还有短款背心跟半裙的组合。这些套搭方式再加上迭代的项链、山茶花的腰带、双 C logo、 经典的皮穿链腰链和不同 size 的包带，还原出了老佛爷在90年代时期的香奈儿的风貌，也很难得的让 Chanel 这个品牌看起来没有那么的老气。接下来再去看看这个被新任创意总监接手的法国老牌时装屋 Cohesh。在二春夏的时装秀上，设计师 Nicolas de Felice 在这个充满未来感带有 Space Age 基调的系列里面加入了很多性感的设计。他把皮革和金属面料进行交互缠绕设计成胸衣，然后搭配低腰的西裤让模特把平坦的小腹给露出来，还有深 V 到腰部位置的连衣裙跟银色长裤和白帽的搭配，让性感在原本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的未来感。当然还有把性感风格做得比较典雅的品牌，那就是 Alay。 这个品牌在这两年也同样更换了年轻的创意总监，在2022春夏的系列里面，设计师就用了很多贴身的衣服去勾勒身体的线条，而且大量使用复古的廓形和一些简化过的超现实主义风格去展现女人的性感。很多单品虽然说没有再强调露肤，但是衣服的上身效果都是很性感的，像是 Casual 的两套 look 就做得特别别致，设计师把背心做成了连帽的款式，再搭配上一条宽
宽大的皮革腰封和长西裤，可以单穿也可以外套西装，这种性感就带有一点权威感和神秘感，看起来就会特别的强势和有力量。除了这些戴头罩和头套的设计之外，秀上出现了很多带有透视设计的连衣裙，缀有金属珠子的连衣裙，还有用特殊光泽面料制成的两段式晚礼服，这些都是特别大女人，适合那些自带气场的 female alpha 来穿的。最后再来说说这几个深耕性感风格的品牌，其中的老大哥 Solo Home 在这一季就做了很多连体衣的设计，这些紧身的纯色连体衣把模特的身材曲线全方位的展露出来，再搭配上一双12厘米的高跟鞋，让模特们在湿漉漉的水泥地板上行走，特别的炸眼睛。虽然说这些单品的实穿性欠佳，但是从一个一线的时装屋里面出现大占比的连体衣的设计，你就会知道性感这个关键词将会对当下的时尚圈有多大的影响。除了连体衣之外，还有一些同样适合 female alpha 的穿搭，像是袖子被改成七分袖的深 V 西装和深 V 连衣裙，搭配着钴蓝色手套的 look， 还有模特裸穿西装把信封包插到裤腰的造型，都是在性感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的飒感和酷感的。再去看另一个把性感玩得特别出彩的品牌 Bowman， 在二春夏系列里面一次性的出现了贴身、透视、挖剪、截断这些特别性感的设计手法，在这个基础上还增加了绑带设计和面料堆叠，还有 Rosting 特别擅长的用金属光泽面料打造出来的连衣裙。虽然说 Bowman 它在国内的这个影响力并没有在国外那么的高，但是只要我们是一去提到性感呢、张扬、狂野和霸道，这个品牌的名字呢也会是在很快的这个时间里面蹦出来的。最后要说的就是 Versace 了，在这一季里面依旧延续了范思哲式夸张的印花图案和高饱和色系的配色组合，很多两段式结构的裙装造型和防水台高跟鞋的搭配特别的性感，同时也特别的复古，还有漆皮的亮色裹身裙跟撞色的鞋包搭配组合，把更加浮夸热烈带有一点点 cheesy 和 bitchy 的性感完全给激发出来。除了我刚才在前面提到的这一系列的品牌之外呢，在2022春夏也有很多的时装品牌都加入到了去做性感的服装设计的这个阵容行列里面，所以说呢我就是列举了一些特别有代表性的这些品牌来和大家做分享。 OK，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来再和大家花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去和大家说一说，为什么从2022年开始性感的风潮会进行全面的大反扑。其实性感风潮大反扑呢要从后疫情时代开始说起，在新冠疫情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呢，整个时尚界的主流风格是以 Normcore 还有呢就是 Gentlewoman Style 以及 Streetwear 为主的，但是随着疫情的出现，这一类性冷淡的风格跟社会沉闷压抑的大环境会让人觉得有点寡淡无味，大家都不能外出，所以说街头风格的趋势呢也没有进一步的得到推进。所以说到了21年疫情的形势明朗了之后，各个地区的政策开始放松，很多品牌为了刺激销量和转型突破，就纷纷选择去做那些更加性感的设计了。所以说整个时尚界不管是时装品牌还是设计师，在做哪类型的设计都会去强调性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呢？其实我觉得很大的原因是跟疫情的好转还有疫情的常态化有关，像是在20年新冠疫情刚爆发的时候，还有21年的上半年呢，大部分人都是处于一个观望的形式的，所以说会尽量减少出门，而且呢很多人都是被迫去做隔离的。所以说当这个疫情好转和常态化了之后呢，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回归到了现实生活当中，当正常的社交生活开始逐渐恢复之后，在饱受了长时间隔离和居家的人开始对穿衣打扮的热情回升，大家就已经迫不及待的去脱掉那些居家服还有那些跟疫情一样无聊的性冷淡的服装了。而且对于部分人来说，可能这种打扮的热情甚至是超过了疫情之前的，大家都希望用那些更加张扬和华丽的穿搭去弥补在疫情期间错失的快乐时光，所以说性感的服装就恰好变成了表达自由和解放的最好工具。第二个就是性冷淡的风潮还有就是街头运动的风格呢已经流行太久了，虽然说这两种风格在现在也依旧受到很多人的欢迎，但是其实大部分人对这种东西呢已经是有一点腻了，更多的女孩子呢都希望把自己玩个更加女人的，或者说可以展示更多女性性感气质的这种装扮上面去打扮。
加上现在很多漂亮的网红呢，都喜欢把自己打扮得特别的性感，一方面呢，他们想要去展露自己的身材，另一方面呢，就是希望通过这些比较性感的穿搭获得更高的这个点击量。所以说他们的衣服不是露腰、露背、露肩，就是露腿，穿得特别少的。整个的这个流行趋势呢就是这样子了，所以说大部分的女孩子呢跟着这个趋势走也是很正常的。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像在我前面聊到的这些流行趋势的很多穿搭造型呢，都是特别的生活化的，像是胸衣跟西装的搭配，胸衣跟透视上衣的组合，还有就是两端式的套装，都是比较容易驾驭和容易穿出彩的款式。比如说带有运动风格的胸衣和紧身衣，还有类似于泳装和一些带有户外风格的软配，这些单品和造型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从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设计而来的，像是健身变成了更多人的生活方式，还有短途的度假也代替了长途旅游，所以说几乎每个品牌都在尝试去做这些，既可以在都市里穿，同时还可以去短途出行玩耍的时候穿的 City Swing 风格的单品。 OK， 到了第三、第四个原因呢，是我根据现在的这个实际情况得出来的结论，而且呢，它也仅仅是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在我看来呢，今天性感风潮的大反扑，它会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社会现象。在今天的性感，它既有可能是女性的自我解放，也有可能是女性对于男权审美的攀附。现在全球的经济形势它是下行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一个经济非常低迷的这个低谷期，然后呢，随着就是我们生活成本的上涨，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些社会因素呢，有一部分的女性呢会选择回归家庭，或者更加倾向于去寻求男性的照顾和帮助。这种社会形势和经济形势的改变呢，会潜移默化女性对于男性的这个态度，这种态度呢，它就会从言语到妆容，最后到服装体现出来。所以大家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那些所谓的好嫁风，还有纯欲风，还有一些就是所谓的这种擦边女呢，她们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已经就是一个结果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为了去获得物质上的满足，就会有一部分的女孩子呢，去迎合男性的审美，去做她们喜欢的这些穿着打扮。那么就会有一部分的女生呢，在穿衣打扮上自然而然的变得更加的性感了。OK， 说完了第三点了之后呢，再来说说第四个原因。我觉得第四个原因呢，乍听起来可能会跟第三个原因有那么一点点矛盾，但是我认为它是合理的。为什么现在性感风潮会愈演愈烈呢？其实就是因为当代的女性更加的自信了。抛开我刚才说到的那一小部分的女性之外，其实还有一大部分的女性正在用超性感这个概念去挑战男权审美。因为男权社会一直在给女性的审美和穿着自由设置羁绊和束缚，所以说当时代变得更加的进步开放，然后呢，每个女性都已经有了可以养活自己的这个能力了之后呢，大部分的女性开始不再依附男性，所以说她们是获得了更多的这个自由度，或者说一个自我解放的这个权利的，所以说呢，在穿衣打扮上就更加的肆无忌惮，没有人可以去管束他们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加先进的，或者说时代更加进步的一个现象。这种情况就跟上世纪1920年代涌现的 flappers 相似，但那个时代为了张扬的表达他们对社会旧习俗的蔑视和对自身形象的自主权，这些女性选择反主流而行，她们化浓妆、剪短发、穿短裙，然后到了1920年代的中期，裙摆更是短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膝盖之上。这种情况呢，放在当时的环境来讲，是一个相当大胆的举措。不管是流行趋势还是历史，很多时候都是惊人相似的。在这个时代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实在以前可能也都发生过。那么再去看现在更加极致的暴露和性感的服装，其实也更加像是一个对当代审美和男权审美的挑战，以及关于一场女性自我解放的革命。那么在说完流行趋势和一些我对这个风潮为什么会兴起的这个看法了之后呢，再来说一点比较实际的东西，那就是去和大家分享一些再去做性感风格的穿搭的时候，选择哪一些单品，或者说呢去怎么样造型，我觉得会是比较靠谱或者说比较实在的。
第一个就是如果你对你的身材比较自信，那我会特别建议去选个 crop top 之类的单品，然后配合低腰裤去做搭配，让你在夏天完美的去展露你的身材。第二就是可以尽量去选择两段式的套装单品，比如说胸衣和高腰半裙、高腰裤这种成套组合的单品，而且又是高腰的设计，对身材的包容性相对好很多，可以帮助你束缚多余的肉肉，所以说微胖的女生也是可以这么去穿的。如果说你担心这样穿还是太暴露的话，直接在外面多烫上一件西装外套就可以了，再根据实际的情况去搭配高跟鞋、运动鞋又或者是短靴就可以了。第三个就是可以去多选那些做了不对称露肩露腰的设计，在肋骨处做挖剪或者说做裁片的衣服，或者就是在背部做打开设计的这些服装，还有就是一些绑带元素的服装。尽量在选这些单品的时候呢，挑那些不要设计的那么夸张的款式，就稍微有一丢丢设计感小露一下的单品就可以了，尽可能的是在日常穿着的时候呢展现出一丢丢的小性感就 OK 了。好啦，今天关于流行趋势的分享，还有一些我自己的解读，还有呢就是一丢丢制装风格方面的建议都分享完啦，我们改天再见啦，拜拜。